这一本吗？很没脸，很没脸。好哦，你知道它是有两种语言吗？中文吗？英文。中文在哪？我比较喜欢听。你比较喜欢听英文？好，那你给你读哦。好。Colin was a chameleon. His brothers and sisters could change color to blend into the forest. But Colin could not. This is your color. You 点点看，妹妹前有人点点看。你再看看 ，Colin 在哪？ Hello, hello.你发现到好多只 chameleon 哦。It's not safe to be near Colin, said the other chameleons. 你知道你点那个，你点故事这边，你点空白地方，你点空白地方会读故事。It's not safe to be near Colin, said the other chameleons. 嗯，然后你点这边，哇。什么东西出现了？ Wow, you found a chameleon. Look, excellent. You, wow, you found a chameleon. 妹妹，这是绿色、绿绿的是什么？是蛇。Snake, 对不对？啊，这是。So while his brothers and sisters hunted for insects and leaves to eat, Colin hid all day under a leafy branch. 然后他在说什么？他刚刚说什么？So while his brothers and sisters hunted for insects and leaves to eat, Colin hid all day under a leafy branch. 他在这里一整天耶。真的哦，那你觉得他的哥哥姐姐、兄弟姐妹喜欢他吗？喜欢。为什么？因为他不会变色。哦，因为他不会变色，跟人家不一样，对不对？But there was one part of the book a chameleon was safe.哇，他怎么了？他掉下来是不是？然后呢？发生什么事了 ？Stop！ 是谁？是谁说 stop？ 不知道。不知道？那你看其他人。所以 Colin 他后来变成什么？变成站在街走的，指挥交通，对不对？是不是？你知道吗？那所以他是不是那个有他的优点？好啦，你先专心看。变成什么？变成中文的了，然后再看是中文的，好啊，你试试看。那我们来听听看喽。但科林是只变色龙，他的兄弟姐妹能任意变换颜色，隐身自己融入森林中。
变色龙们窃窃私语，别待在他们身边，太危险了。为什么太危险了？因为它没有办法变，它没办法变色就很容易被发现，对不对？你看，连蛇都发现到了。出门觅食的时候，柯林只能将自己藏在树叶茂密的枝头，一整天动也不能动。森林中有处恐怖禁地，在那里满地都是粉身碎骨的变色龙。是什么东西？车子，你觉得那是车子吗？好哦，再来，继续。即使在车道另一边的虫子肥美多汁，让人垂涎三尺。有一天，柯林竟然一不留神从树梢失足跌落下来，怎么办？所以你觉得后来柯林有没有找到他自己的优点？有。他的优点是什么？他的优点是什么？让别人看得到他。让人们看得到他，是不是？对。哇，所以你每个人是不是都有优点？嗯，真的吗？那你有什么优点？不知道。你不知道有什么优点呢、哦？你很害羞哎、欸。嗯、那你觉得这本好看吗？好看，我觉得这只很好。你喜欢这一只红红的 Colin 对不对？我不知道，因为有很多只红红、有很多只红红，因为它们都变色了，对不对？这个是红红的。嗯，好哦，好，拜拜。拜拜。